各位嘉宾先进，各位媒体朋友，大家好，范总好，请你把麦牌朝前方。非常荣幸，东艺出版社能够来协助尾田荣一郎老师所兼修的《One Piece》展。这17年来，最棒、最畅销的漫画终于来到台湾台北展出，这是海外的第一站，也是台湾读者最期盼的 One Piece 展。这次的展览除了尾田荣一郎老师的原画、动画、游戏之外，还有最新漫画内容的场景，可以让你深入其境，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，值得大家来观赏。在此也要向热爱 One Piece 的读者们宣布一个好消息， One Piece 在台湾连载的《宝岛少年周刊》将在6月30号，也就是今天，正式跟日本周刊《少年Jump》同步来连载。所以，喜欢《One Piece》的读者，现在可以同步看到最新最精彩的内容，希望大家不要错过。最后我也预祝尾田荣一郎老师兼修的 One Piece 展能够顺利成功，谢谢大家。谢谢范董事长特别出席。